预算案甜甜地，几多粒糖益到你啊？宽减2014-15年度75%嘅薪俸税同埋个人入息课税，上限系20,000蚊。利得税一样有得减，全港近200,000纳税人受惠，叫做最多人食到噶啦。有仔女嘅下年度起，基本同额外免税额交到100,000，变相又交少啲税。有楼揸手嘅交少两季差饷，越多物业就越 happy。咁事关系每户咁计，每季上限2500。受占领行动影响嘅26,000间食肆同商户，可以交少半年牌费。的士、小巴、货车等嘅搵食车，亦免一次续牌验车费。基层都有啲糖嘅，公屋免租一个月，但要交额外租金嘅富户就唔包。综援、长生津同伤残等嘅津贴，唔再只系出双粮，而系额外出多两个月啦。以上嘅糖都食唔到，咁可能得翻佢啦。次次变相派钱嘅 I bond 又会发行100亿，但前提系你要有10,000蚊入场费，同埋抽到啦。